他们都在跟着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在哪。找到了，找到吗？有，你找到？在哪？在哪？What's up, 大家，我是 The 刘佩 Pierre。先去一下 Common Pokemon。Common Pokemon 这里是，对不起，就是普通的神奇宝贝。好，普通的神奇宝贝，这里你就可以设定哪一些是普通的。所以我平常会设定我不想要的神奇宝贝。所以比如说这个太多了，这个 Weedle、Fortuna， 通常设定进化前的或者已经抓太多的那种。Hide Common， Hide Common 的意思就是。它就会隐藏那些普通的神奇宝贝。好，现在出来，它只会出现，就是你没有设定的普通的 Pokemon。再讲，怎么讲？好，除了它只会出现除了会把你只出现会隐藏那些隐藏普通神奇宝贝，秀出最爱神奇宝贝。好，不是，不只秀出是最爱的，你附近的 Pokemon 全部都会显示出来，除了你觉得是普通的。对，你看我们两个 ABC。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368而已。Executor！ 360。你学我吗？你们有看到上一集吗？我昨天晚上也是遇到一只 Executor， 也是大概300多。等一下，太神奇了。等一下，是吗？等一下，你是说这个太神奇宝贝吗 ？OK 。我觉得好像你们不觉得好像吗？ Okay. 为什么我没有？我怎么也没有？因为没关系。什么没关系？我要抓了。我来抓。那你抓好了，我。OK， 我要继续走。我们从这条巷子里面进去。等一下，这条巷子超级小，然后也没有在 Pokemon Go Map 里面。OK Go。Oh my god， 是哈利波特的94/3月台。这个月是不是鬼月啊，现在不能讲那个。Oh my gosh！ 我刚刚讲完，它就突然间有灯了。没有没有，我们就走到这个樱花的地方。吓死我！为什么没有 Executor， dude？ 有啊。为什么你有？我也没有，我已经在抓螃蟹了。我放 Curtis。Yeah yeah yeah！ 哦，你们记得昨晚怎么抓的吗 ？L， boom。刘佩大师教。Oh my gosh！ 哦、oh ，再来一次啊，旋转球啊，好啊。嗯，还是你要我做？啊、好、啊，你示范给我看。好啊。哎，但我先问一下，你们想不想看大师用正常的神奇宝贝球来抓？给你看看大师有多厉害。Oh、OK。哦、oh。一个，两个，三个，哇哦！我的，果然是大师，果然是大师。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会抓到，客气不客气？ Yes， 我又抓到一只 Executor。OK， 好，没有。其实我们来这里是，其实我们是要去那边。Let's go， 去那边。我们现在三个蓝队的要打黄队的道馆。Yes， Let's go。他那一只很强哎。嗯。哎，我们赢了、哦！我们赢了！我们同时宕机，我们赢了！是怎样？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一个东西，我昨晚上也是想要试一下打个道馆，然后那个道馆是黄队的道馆，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按了一下，跟现在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黄队在作弊。对，我不知道是不是黄队的人在作弊，还是Niantic 公司不小心有一些 bug， 你们觉得是什么？ I don't know， 你看为什么？ What？ 再试试看啊。Oh。 好， ready， 一二三， go。 Oh my god，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们分开试试看，分开，先一个人进去，可能门太小，三个人挤不进去。有时候你知道那个门它就这么小，他一个人过得去，但是两个人，然后呢？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指着这里 ，Alakazam， 黄队，三个都是 Alakazam， 来 ，Alakazam 的中文，胡地，三个都是胡地。你看这里旁边也是，我觉得去一下旁边这个看一下，可不可以点进去，好不好？好 ，OK，Let's、okay, go。好，我们现在来到旁边这个黄色的道馆。好，现在试一下能不能够弄一下道馆 ，Ready？Okay，
bug 真的不行 ，Oh my gosh！ 每一个道馆都这样，每一个黄道馆都这样。现在的问题是，本来想要给你们看打道馆，因为他很会打道馆，但是问题是我们连道馆都进不了，我们一点进去他就突然间 freeze， 所以没办法打道馆了。没办法，我们去抓一些稀有的宝可梦吧。稀有的宝可梦。我们去抓一些稀有的宝可梦吧。我们去抓一些稀有的宝可梦。西欧的话，有一间加油站在西欧，点最远的，也是宕机。Oh my god， 这已经是第三个道馆。好，不好意思，黄队的朋友们，快点告诉我发生什么问题，我玩不了，玩不了。等一下 ，what 卡比兽 ？where 卡比兽有卡比兽 ？where？no， 不要骗我，不要骗我 ！no， 真的哪有哪有？真的有？没有。我教你找一下。我刚刚是塞，不是我跟你讲，我刚刚在塞顶有出现卡比兽。我跟你讲怎么找，有没有卡比兽？有 ，weaver，no， go radar， 等一下 ，go radar 没有出现 snow axe。我去绕一下，我没有 snow axe。你去，哎，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Go radar 会慢一些些。我们不是要抓卡比兽吗 ？Anyway， 好。所以这个 Go radar 会比较慢。大家都要来找卡比兽。现在还有。有 ，Snow Axe 出现吗？没有，他只是在。他在第一个。他在我第一行了。他在我附近啊。小二，你说刚刚那边没有吗？对，我刚走到那边就消失了。那先稍微。现在 Go radar 上面没有。先。哪里有卡比兽？大家分散找。哪里有卡比兽？这边有，我觉得这边有。你跑去哪儿啊？才刚出现吧 ，Go Radar。对，才刚出现。OK， 因为他才刚出现，所以 Go Radar 还没有拿到。但是我想说，我们先去，因为如果不早一点去，旁边，你们是找那个卡比兽吗？我们也是，他们都是。哎，等一下，没有在那边，对不对 ？OK， 他也没有在那边，所以可能在这里。好。大家记得玩 Pokemon Go 的时候呢，是团体的游戏，要跟大家一起玩。当然那边有啊。有吗？好，那我直走啊。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要更exciting一点，我们要跑了。有这么多人跟着我们，我们不一定是对的哦，我们不一定知道在哪哦。他们都在跟着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在哪。找到了。找到吗？有，你找到。在哪？你长在哪？真的，哇，这么好，不要挡路！哇哦 ，he's so big， 他好大。等一下，大家小心，大家小心。等一下，你的多高？42，这么低，42这么低。待会也不会慢慢来，超级多人，你看到。现在比较少，刚刚只是我们两个跑过来，好 ，please， 900，哦 ，no。1125，700多。现在小二在直播。刘佩可以讲个话吗？ Hi， 对粉丝讲个话。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的卡比兽只有42。听说跳出来，然后跳进去可能会有比较高，所以没关系。Please。OK， 好，大家有看到吗？是假的。如果你看到一个 Pokemon， 他给你的那个 CP。你跳出来，跳进去不会变，重新开游戏不会变。虽然它 CP 很低，但是我不想要它跑。啊！攻击我。OK。先放下来。你看，每次都是两个手就可以抓到，来一个，两个，三个。我跟你说，我不管它 CP 有多低，因为 Snow Axe。来到我的 Pokédex， Snow Axe，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超开心的。因为像这种 Snow Axe 是比较难遇到的，所以当然还是要 favor 一下。哦， Snow Axe， 欢迎。哦，刚好有蛋。好，来， come on。哦，这5公里的， Mr. Mime。太多 Oddish 了。哦，608，看一下。啊，这个只有60到80的 IV。好，第二个蛋， come on， Mr. Mime。或者那个 Turtles， OK， 其实还 OK， 因为如果他533，其实还好。Come on， IV 高， IV 高， Wonder， 80到100，这个一定要保留。我先等第三颗孵出来，我再重新孵，因为我想要同步所有孵蛋。
咖啡秀。咖啡秀。哦哇哇哇！差不多掉你们的。我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地方要抓到的人。哦，还是你要不要我帮你？喂他吃，吃果果。好啊，Pokeball。如果我 Pokeball 抓到的话，你会怎样？等一下，这是我的卡比兽。如果你没有抓到他跑走，你会怎么样？好，他跑走的话，今天晚上宵夜我来付，好不好？那如哎，等一下，如果抓到的话，今天晚上宵夜就你来付，好不好？几次机会？不管怎么样，我都有宵夜吃。两次机会，两次，我永远有宵夜吃。OK，Let's do it。OK。宝可梦大师，为什么没有 Great Throw？OK，、okay, 来、right, ，用正常的一个宝贝球，两个。Oh my god！、Oh, give me that！ 哦，大奖，大奖 ，Oh my god！ 大奖，他真的是宝可梦大师。Yo, I can't believe I caught it. 他用正常的宝贝球抓卡比兽，1125 I can't believe. Oh my god, 真的太厉害了！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没有想要回抓的。太厉害了 ！I can't believe I caught it. 太厉害！晚餐，宵夜要吃什么？今天是 Curtis， 你在请我们吃永和豆浆吗？ Yeah, 为什么？ Yeah. 因为他今天影片有1700的 shares， 2900。因为我刚刚帮他抓卡比兽，开心。耶！啊，死了！好，我现在要骑 U bike 回家，但是给你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好方法。来玩 Pokemon Go， 当然是边骑 U bike 边玩 Pokemon Go， 哈，这样就可以孵蛋出来，所以看，应该是可以孵出来的吧 ？Let's go， 好，刚好有蛋要孵出来，看一下是什么。好，这个是我最后一个蜈蚣爷的 ，Come on，Come on， 给我一个好的 ，Come on，Come on，Oh yes。Yes， 这个非常好，好看一下，734哦 ，Come on，Come on， 这一定好的 ，Wonder Defense， 哦，这个太棒了，这个太棒了，好，我现在有28个糖果，很快就可以得到这个，这个怪物太棒了，734 CP， 这个太棒了，今天超级成功，超级好玩。真的没有想到，但是抓到卡比兽 ！Oh my gosh， 卡比兽！虽然它 CP 很低，但是至少我现在有卡比兽，所以我真的好开心。然后刚刚孵蛋出来，孵出来一个 Growlithe， 这个 Growlithe IV CP 都很高，所以只要有够那个 Growlithe 的糖果，我一定会立刻进化它到 Arcanine。我们前六名的 Pokemon， 前六名跟早上一模一样，就是两个 Executor， 然后 Gyarados 第三名，然后。三个 Pinsir， 下一集或下一集的时候会进化超级多 Pokemon， 2公里孵蛋在橘色这个，然后5公里的就放在蓝色这里，然后这蓝色也一个，然后剩下来别的都是5公里的。那也顺便看一下我的训练师，他还是 level 21，而且还不到中间，好像只是到1/7，所以太少了。今天有看到黄色的道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还是谁，还是 Niantic 不小心有一个 bug， 但是黄色的道馆打不了，所以我看一下远方有一个黄色的，我按进去，就当机了。我希望 Niantic 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解决掉，因为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别的队伍要怎么打道馆呢？然后我上一集是上传我的一个 vlog， 但是那个 vlog 是关于在龙洞跳水。其实这个 vlog 是7月份拍的时候，因为我很久都没有上传新 vlog， 那想说虽然是晚上传，但是至少是可以上传。然后很多人其实说龙洞已经不可以跳水，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跳的时候是可以跳水的，所以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是不可以跳水的。但是还是希望
你们觉得我的 vlog 好看？那当然今天的 question 还是有，但是我想问的是，如果我把我的音乐放在这个频道，你们会想看吗？请留言。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影片，那就记得按赞。然后我这个礼拜会跟阿行一起拍一个影片，所以如果你们期待的话，那就记得订阅，这样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 Pokemon Stop。 哦，快要掉了。每天都要玩 Pokemon Go， Pokemon Go， 不管宝贝球还够不够，不够不够，别发呆，在家里出去走走，还能在外面多交些朋友。